瞅瞅俄罗斯这帮被西方忽悠瘸的小年轻的怂样，普京就动员了30万预备役而已，小年轻就出来反战了，离境单程机票就卖光光了，单程机票走了就不回来了，这还是战斗民族吗？别的不说，要是咱们中国今晚下令动员30万，明天还没亮，咱们就有3000万人报名反战，你爷爷得拿鞋底抽你这怂娃。推荐大家读左下方的毛选，读了这书你就知道什么叫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，读了这书你就知道什么叫遍地哀鸿满城血，无非一念救苍生，读了这书你就知道为什么由此上溯到1840年，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真瞧不起俄罗斯的那群怂娃。我亲爱的达瓦律师，如果你想追逐那颗红星，就去东方吧，穿过第聂伯河，翻过乌拉尔山脉，在西伯利亚平原的尽头，那里还燃烧着星星之火，咱们共同努力，幸福必定燎原。